凭季前赛弹起的童星老板仔桑王子乐和边边杨千友日前为自拍馆做 model， 两个在现场玩到癫晒，难怪姜涛哥哥之前在季前赛 live 度都笑他们似情侣了。呢对绯闻男女对于呢单新闻竟然有咁嘅反应，唔做啦，掉低个咪，掉低个咪。有冇觉得边边今日好靓啊？有嘅，咁问埋啲咁肉麻嘅问题。因为姜涛哥哥话你哋传绯闻啊嘛，所以咪就住姜涛哥哥嘅阿姜。阿姜，打你啊！你中意 Yoyo 姐姐啊？你中意 Yoyo 姐姐？你锡过 Yoyo 姐姐啊？锡过啊你！咪最后嗰一集咪就系姜锡咗阿 Yoyo 个头一啖，哎呀，最衰冇锡到嘴添。系啊，我哋同阿 Yoyo 好 friend 噶。哦，即系你哋之后拍完剧仲有同 Yoyo 姐姐联络嘅？IG 嗰阵时倾下偈。但Yoyo姐姐有福嘅，有好 nice 噶，但系阿姜咧就唔福咯，系阿姜唔福，阿姜唔福嘅，从来都唔福嘅，系一世人都唔会福嘅。拍完剧之后，佢哋同戏中班哥哥姐姐都熟络咗，好想之后再有机会合作啊！想，如果再拍剧，你想分别做佢哋啲咩角色啊？继续做 Sandy 个女。我想做都是他的弟弟啊，咁咪冇变咯，即系续集嚟。季前赛第二集咯，或者做他老豆咯。喂，做姜涛的妹妹都好嘅喎，系你话边做边个老豆啊？做阿姜，阿姜涛嘅老豆，即系好似2月29穿越咁样。呢排老板仔同边边人气急升，唔单止多咗接触，连出街都有人认得，系值得尖尖嘅。系啊，问我你有冇拍过前菜嘅妹妹啊？我话系啊。跟住咧，冇人同你影合照啊？喺街有啊，有。开唔开心啊？咁多咗人认得喺街影合照，多几开心嘅，都几开心嘅。咁点啊？你哋依家翻学啲同学会唔会都多咗好多话题问你哋啊？因为拍咗剧之后，其实都好少人认得我，我都系好少嘅，不过多咗多啲咯。咁问你咩啊？啲同学多数就有个同学谂住问我攞签名啦，之后点知我俾我自己个签名佢之后咧，佢问我我要姜涛个签名，唔系你个签名啊，垃圾，拜拜。又唔使咁灰嘅，等你大啲再拍多啲戏，一定会有人欣赏你，问你攞签名嘅。